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为亲圣教，丁酉年护国喜灾，齐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诸仙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而中华民族着陆之战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怨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堂上历代祖先诸祖灵，各位家中及工厂地基主朱灵，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少数人身上依护灵，病魔依护灵，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地球各国冤亲转动朱灵，以及双法界三界万灵。尤其古印度尼泊尔释迦族被灭，朱彦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2018年的1月2日。也是中华民国107年的1月2日，昨天1月1日我们祭祖大典，今天回到禅居山仙佛寺总本山千楼禅堂，在这里祭拜我们的祖先列祖先灵，表达大孝之道。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修行，修行的基础一定要先从大孝，大孝、中孝和小孝。小孝呢，就是对自己当现在生、当下生呢，父母的孝道。很多人当下生对父母不孝，你要谈修行，那是骗人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再提醒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你们要用人，先要调查他的背后对于当下生现在对于父母的孝道如何。若是有孝道的
孝顺的人，你要用他，你就比较放心。若是他对父母都不孝了，你要用他作为你重要干部，这个人不能用，你用了一定会出问题。对父母都可以不孝了，怎么会对你老板呢？会忠于这个职业，对于工作呢？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来到世间上，无论你是宗教不宗教，全部的孝心最重要。啊，有的信徒做工程、做企业、做生意，啊，用到对父母不孝的，啊，他可以瞒着父母瞒天过海，那么用了他们来做公司的一个职位给他做，难保不会瞒天过海啊。所以有的信徒让我提醒之后，才恍然大悟。有的人啊，这个孩子，这个人，不错啦，啊，只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好而已呀，啊，用他，结果到最后公司，你的部分工作被偷了，被瞒天过海了，被他砸了，那时候才后悔，才来求老祖说：“老祖啊，那个人我怎么办呢？我活该。”我告诉你说，那一种人他有心魔，心魔一旦附在身上，他的思想行为全部都六亲不认啊。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啊，集合我们的所有的微信弟子同学们啊，大家呢啊，在这恭祝阿弥陀佛法会啊，或是王禅老祖圣诞法会，我们要做祈安消灾啊，进一步尽大孝。尽大孝就是超度自己的祖先啊，祖灵不安，子女绝对会不安啊。祖灵能安，子女就会安，就会有尽孝道。啊，曾经在将近18年了。啊，有一位老阿公啊，啊，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子来开智慧的时候，啊，老祖开示他，开示这个小朋友开智慧。啊，阿公哎，放啊，师父啊，老祖啊，这个孙子都不听话，啊，对他爸爸很不孝，对妈妈不孝，啊，这个孙子顺口出来，我的爸爸可以不孝顺你了，我还怎么孝顺我的爸爸呢？他爸爸在旁边硬牙，按他妈妈哑了。阿公不要开智慧啦，我爸爸他对阿公不孝了，我还学开什么智慧？那时候他爸爸和妈妈，小孩子爸爸妈妈呢，跪下来向老祖求忏悔啊。那过了差不多几个月，我又在开智慧了，
就换他的爸爸带着孩子来，啊，开智慧，回去小孩子心定下来了，啊，读书很进步很多，那一次的月考也名列前茅了，啊，很高兴。所以这个孩子呢，来我老叔公老子爷爷，回去我爸爸现在很孝顺，我心就很安哦，所以我就很认真读书。哦，这一点呢，也是给当场很多带着小朋友来开智慧的爸爸妈妈当场听了，啊，有的拍戏，那相对可以看到，你体会到有的人对父母的不孝，还期望子女啊能够再怎么好。所以那就是因果循环嘛。那今天我们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我们恭祝佛诞，而恭受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各姓氏的列祖列宗朱祖灵来这里听经闻法，还有呢，我们各姓氏的祖灵也在这里听经闻法啊，这个是各位尽大孝啊，大孝啊，是我们应该的，没有功德可言。而是为自己祈福，我们仰仗佛力加持，所以今年超度祖先的还不少啊，可见现在的社会对于真正的大孝进步了很多。所以在昨天祭祖大典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过分之道场回来，一一的来叩谢主恩啊，感恩主恩啊，我也非常的欣慰啊，我带着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一起来这里先佛寺做法工做义工，每天一大早从全省各地由住持法师带着来先佛寺做法工做义工，三更半夜才回去，这个都是大孝，也让各位所有参与祭祖的同学们也是尽了大孝，那么我们也都是大孝。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天下要太平，从孝为先啊，所以天下太平祭祖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这都是从啊历劫以来失去了孝道，才会分化出这么多姓，失去了孝道
就会发生各种贪嗔痴三毒，而分化出来的姓氏，三毒而产生了战争，产生了各种的苦厄，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什么要我们大家？ 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易经是因果律，你知道因和果，家庭一定会圆满。啊，皇万里蔚然，以其无所生，就会圆满。所以王禅老祖。 21世纪当下，在道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学来传道。骑到站的休困，拢袂累嘛袂忝，还佫为迄个天池遐行起来，哎呦！ 那么《易经》风水学是孝道之根本，《易经》孝道之根本，在。 很多年前，我对一个学世界的朋友，我谈到说孝道的根本就是从《易经》风水学，所以他有点不以为然。 啊，这个学者专家呢，他说：“师傅，你讲《易经》风水，你就讲你的事。”啊，你把孝道怎么扯进来？我说话一算呢，我说你，我比个意给你听。啊，你一个大楼。 啊！你在公寓的上面，无论你第几楼，啊，这个公寓面向这边，正白虎昂头，白虎回头，子女不孝。 啊，这个学者说：“老师啊，你有去我家里哦？没有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的孩子都很凶？哦，你孩子不是很乖吗？你教育教育得很好啊。哦，你当教授了，在提倡中华文化道统的孝道。” 结果你的孩子的凶得比别人还凶，那你怎么解？这位老师不敢跟我讲，他说：“我的孩子稍微不听话而已啦。”哦，儿子不听话那不算什么啦，拳头出来，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啦。 我说你房子搬进去多久了？搬2年。那你搬进去的时候，
你孩子不是很乖吗？啊，对呀、啊，啊，搬出去以后，小孩子就变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哦，所以这位教授呢，老师，那该我怎么，我该怎么办？嘿，你看着办好吧。啊，你是教国文的，啊，讲孝道了，那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啊，我想尽办法都要教，开导，没有路可以开了，开导。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都乱掉了，就是建设的房子很多，新增的房子很多，我的地我盖我的，你盖你的，我盖你的，我盖我的房子伤你，那也没有办法，我的土地要这么盖啊，而你盖的伤我，我盖的伤你，相互伤害。哦，那都是无心之过，那怎么办？那我的法门就是防患于未然，如何防患，如何个修改，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那就从家里环境风水学来改。所以我才依照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养贤蓄才，证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就太平。所以王禅老祖啊，他是太极天的天龙啊，太极天的天龙的万圣之祖，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太极天啊，太极天啊，无极生太极，大无其外的，这太极天。所有银河星系，每一个星系，它的调和法则叫做风与水的法则。若是你违背风水法则，你在太极天里面，你跑也跑不掉。嘿嘿，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他有妙法，就是妙法，就是风水学。风水学，所以我才培养了200多位的法师讲师啊，在台湾各地传道授业，希望家家户户平安，不要违背了风水学啊，因为风水学是由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8864卦，384爻衍生246400级的智慧。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这一位教授呢，我就跟他说，用风水学来改，怎么改呢？啊，依法改正，你回去自己做 DIY 啊，这孩子就会乖。嘿，真的回去去买了水族箱啊，他在龙杯画个水族箱在里面，点了啵啵啵啵啵，孩子就渐渐稳下来了啊，所以才来县武士公司跟我说，叔父啊，真的社会的风水学是社会和谐大孝之道的大孝导师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希望善知识。好，我们今天攻占王禅老祖教子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妙法啊，真是大不大啊，大到无量无边，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一生倒驾慈航啊，那一个是集合功德，集合功德啊，那么还有一个啊，业力集合，也就是说是共业。共业，所以我们这个是大道天道，我们都是有修行，我们依照宗教的法仪修行，这是集合功德。集合功德就是大家来尽大孝，好，那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是给各位带着集合功德，也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博爱天下为公，这个即是集合功德啊。若是啊，我们累劫以来，我们在多生以前无量劫来，没有一年可以遇到善知识而修行的时候，就会在某一个时期，就是共业会集合，集合共业发生一切苦厄。一切苦厄啊，有如我们这个超这次超度法会有3762次大小战争，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战争，死了有多少呢？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数量，那是集合业力，集合共业而发生的那么多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那么今天我们是超度释迦族，古印度尼泊尔释迦族啊，他背面非常残忍的手段，从琉璃王经里面所看到的
然后血腥非常恐怖的残忍的手段，这都是共业，集合共业。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啊，大家来修行反省忏悔，累劫的无量劫来的罪业的时候，我们一旦有忏悔，天就会赦罪。若是没有忏悔的话，你要得到天的赦罪，那是很困难的。所以王禅老祖今天在丁酉年供奉佛诞的时候，供受了这么多的连累，招请那么多的诸连文，而且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分批回来啊，做法功，这都是在集合功德，哎，集合善因，来生必有善报。所以佛家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即是集合功德了啦。啊，今天是圆满的法会最后第二天啊，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今天的法功呢，由宜兰道场圆辉法师他说带领的宜兰道场法功及淡水道场法功同修们一起回来，已经两次了，和今天两次的啊，这个做功德呢，这都集合功德。而我们在今年的法会啊，除了宜兰道场以外，和淡水道场以外，台中道场延伸法师啊，带了我们那么多的贤士同修啊，我们要普桌，昨天明天要3200桌，整个满山满遍地开花，大家供养普桌3000多桌，由延伸啊法师的所带领的啊各位贤士同修啊一起来做集合功德。那么我们维新圣教我们也成立了啊，这个往生助念团由圆蒙法师带领了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幻贝法师们，3更半夜一大早啊，一听到有往生的菩萨们啊，一出去啊，为大众念佛、诵经念佛啊，今年一年来，我们总共有啊1270多为往生的菩萨，这个是在集合功德。
被祝念的，帮忙祝念的，都是共同集合功德的。好啦，我们这次的33天，每天所供佛的米啊，非常好吃啊，由秀水太乙道场啊，花坛啊，茂花莲米工厂的弟子林景义啊，集合11位贤士同修啊，出资布施啊，这些米煮饭了，配合我们所有的法工义工一起来供养坛上列祖列宗啊，布施啊，与各位同修来结缘，这个都是集合功德的。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所以平时我们都要多做功德，要做集合功德啊，不要糊里糊涂去做了集合恶因啊，集合恶因以后就会有集合业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而已。啊，在10几年前，啊，台湾空难很多嘛，每4年1次，啊，最后一次的空难，啊，我们一位女弟子杨琼英立法委员。啊，他要到香港啊，但是要出去几天啊，他的护照放在家里的桌上，奇怪的找不到啊，那时间就过了，结果那一趟空难的在澎湖上空啊，原来他躲过了这个劫难呢，啊，才恍然大悟。平时他很认真，为地方来造福。哦，所以当下我们有什么任何集合业报，都是有累积以来的。这即是宗教的最高修行，哎，也是最基础的修行。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啊，我们要做集合功德，太多太多的集合功德可以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是责任与义务，知恶莫作，那是责任和义务的；众善奉行，也是责任和义务。所以两个的责任与义务，都有它另外一面的因果力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大家未来都是世界和平的推手啊，大家呢把这个因果律啊，大家学易经这个心法来普传啊，一个平安一个好，两个平安当然会更好。而说我们在做圆辉法师，他在宜兰北部地区啊，为各界服务，
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为各界服务，啊，得到欢喜信受奉行而平安圆满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成立台商世界台商服务联社，啊，帮助台商们或是在国内外企业界，啊，他们平安公司工厂都风水错了，帮他们修正之后，哎，公司稳下来了，啊，最多的员工两三万人，公司还存在的话，所有员工们有薪水可以领，家里可以照顾小孩，啊，这个是在做积福功德，也是在啊带着我们四龙工商百业，大家都在做积福功德，做积是唯心净土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圣教，如果说这集合功德，在天下一家亲，而以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来服务帮助家家户户们能得到平安，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所有法师们毫无怨言的在为各界服务。那么社会上有很多自命不凡的人，以为说，哎呀，你们在讲风水，啊，对于武术界的朋友，啊，有很大的旗舰，那就是没有智慧的才会对武术界的朋友有分别心，啊，尤其我们宗教界的自称是啊某某教某某派，自称高人一等的，啊，一直指责三一命谱相，啊，还有各种的神道修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道场寺庙要建筑，都是这一些外道的提供给你粮食，给你米菜金钱，给你盖道场，而每天可以享受在有空调好吃的东西，而卫生的东西还在说人家不好，这个真是没有良心的自命是高人一等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自己在积合业报了，积合罪业一定有因果，不是不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啊，太极里面就有两仪，我们所有唯心弟子都是从太极天而来，我们的心量都是太极天的，啊，这个大护法，所以我们所做的无论喜怒哀乐贫富贵贱，
我们都一律一概的平等对待，平等来服务和关怀，那就是神道关怀。所以神道关怀也是名扬两界的关怀啊，所以名扬两界的关怀就是集合功德，集合功德，天下一家亲，就是唯心净土。在当下，我们有净土，唯心净土最基础。啊，第二，南天净土，啊，阿丹乐极乐净土。一二三，这是当下，当下性的唯心净土，就从易经、风水、学做基础，建设家庭，建设社会，啊，家家平安，啊，家家公司。事业会很安定，那社会就和谐，就是社会啊，大家平安之后，天下就太平，那就是唯心净土。所以唯心圣教的唯心妙法啊，这个总共合起来啊，一以贯之。就是王禅的王啊，这个三极乐净土啊，唯心净土，南天净土和唯心净土一以贯之，合起来我们要好好修行，要去悟啊，那即是王禅老祖的唯心世界，唯心圣教。所以今天我们在三十三天的法会啊，已经到第三十二天了。这段时间来大家都在很用心的为故名扬两界神道关怀啊，大家都是极有功德，未来都能够成就南天净土，构筑成就佛国位啊！啊，在这里，我向各位祝福和致意和谢谢啊！今天我们也就到这里，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